干啥呢？摔跤啊。那你倒摔呀。哎，你给我晃困了都。那你就睡吧。你放我下来。丹丹，我是你的陪练，不是陪你玩呢，你能不能认真点儿？人家不是舍不得吗？你舍不得也不行啊，马上就比赛了，认真来一遍，来。行，走。来。讨厌。咋的？摔跤又改打台球了？这家给我杵的，你当我是黑帮啊？是。丹丹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这么练的话，我转身就走。我生气了，练不练？我不。我走了。哎，你别走。我上那边。你干啥呀？我要去。回来。你到底要干啥？人家今天过生日，我生日礼物呢？哦，过生日礼物有。礼物在里屋，你到里屋找礼物。真的啊？真的。那我去看看。去吧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，这不打个电话叫人真不行了，就是不练呢。你俩到哪儿了？我们来了。我怎么这么急？怎么好看怎么办？音乐关了。哥，你这咋还绷个脸呢？咋还闹心呗？哥，别闹心，心态得放正。对，乐一个，像俺哥俩似的，一二，乐啥乐？哎呦我的妈呀！植物大战僵尸啊！说点正事儿，叫你俩的事儿准备好没？早准备好了。你说的那事儿，我马上一会儿谁叫谁到，我马上就能给你推上来。什么东西啊？蛋糕吗？蛋糕。哎，还有呢？还有不就是刺激苏丹吗？对，那苏丹是谁呀？苏丹，摔跤运动员，种子选手，我女朋友。那刺激他干啥？他现在不敢摔我了。不敢摔你不正常吗？你俩那不是心疼你，恩爱呀。对呀，那么甜蜜。行，别老跟我龇牙咧嘴的。他不敢摔我不行，马上就比赛了，不能因为我影响人家成绩，你知道吧？哦，你俩今天来就负责给我刺激他，把大伙勾起来，让他摔我，就是穿龙火。你俩会不会穿龙火啊？哥，穿龙火我拿手啊。这么说，我爸我妈干架，那哪次不是我给穿了起来的？哎呀，这回事就我爷让狗咬那几回，都我聊的。对，我真是找对人了。没毛病。啊，那教练知道能让吗？哎呦我的妈呀！教练，教练他敢跟我叫嚣吗？想当年我把教练摔的那是直叫唤的。那教练还不叫唤他能当教练吗？我就不相信。我叫唤你说教练，我教练好。什么情况？打招呼。教练好。我说不让带外人吗？不是外人，外星人呢？你俩先撤。哥，问点正事儿来。哎，给苏丹当几年陪练了？4年。当初给他设立目标是什么？进省队，进国家队。现在呢，能进秧歌队了吧？这，为什么骗我？我没有骗你，教练。我跟苏丹是正常恋爱，我们俩还说自己看啥呀？体检报告，多亏大夫给我打电话，要不然啊，我还蒙古里呢。你都知道了，教练。哎呀，我还何止知道，我还知道你这条腿就要废了。16年，新伤老伤加一块儿，你再练下去，你以后啊，我都害怕。这么的啊，我们已经临时决定了，陪练现在停止，马上有俩新陪练过来啊。不行，教练，不行，教练。那个苏丹现在是非常时期，只有我最了解他。是你了解他，他敢摔你不？我能挺住啊。我挺不住了，就这么一个好的这么一选手，回头马上拿冠军，回头让你给我整到秧歌队去。我是教练，你是陪练，嗯，是吧？嗯，咱们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培养出个冠军，别耽误人前程，是不是？哦，听我的，哎，咱从事的运动是什么？摔跤。对了，我就是。哟，摔跤，时刻提醒自己，
摔跤。哥，他走了，走了。哥，我发现那教练的腿咋还瘸了呢？怎么？啊，这跟我叫嚣，叫我给削了。厉害，生性啊。苏豪，苏豪，听说来两个新陪练啊？为啥呀？你别管为什么，我给你介绍一下他们二位啊，他们两个。就你俩呗。啊。刚来呗。啊，不是不是，就是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苏丹。哦，你就叫苏丹呐？没错。不是，什么？没你啥事了。交给我们哥俩了，你就叫苏丹。是，听说什么种子选手？没错。怎么还要进省队？你还有啥疑问吗？哎呦我去！就你还想进省队啊？咋的？你连我哥俩都摔不过。就你哥俩有啥能耐呀？哎呀，没瞧起咱俩，你方圆十里你打听打听。龙哥，刚哥，那厉害都不叫厉害，叫生性。生性到啥程度？就我哥后背这么长刀吧，自己砍的。夸夸我，生性不？我弟儿龙哥。更生性，胸前这么长刀疤，也自己砍的，拉倒吧，不厉害。这个是我朋友啊，他俩。哎，这现在不是了。苏丹，我就跟你说，你这个陪练他就不行。他怎么不行了？他人品不行，太次了。人品咋的了？前两天我跟他在商场，我看到他跟一个女的搂搂抱抱，这女的长得要是漂亮也行，那长得就跟那藏獒似的。哪天呢？上周二。穿啥衣服？穿个貂，那要往那一蹲，那就是个藏獒。那是我，那是我。昨天那个肯定不是你，你跟昨天我亲眼看见的啊，就在菜市场，他跟个女的，跟那挎着走。那女的长得好看还行，那女的长得大长头发，那小花长得像江南七怪柯镇恶似的。你说这眼光，说谁柯镇恶呢？我没说你，说谁？我说那女的呢？那是我妈，那是我妈。哎、对，后天他领个女的，后天哥你领哪个女的？你说后天啊？后天我领那个女的，后天到了吗？到了吗？大家你说我来，不是说好你起开啊、哎、你们两个不是生性吗？我今天我就让你俩看看什么叫真正的生性啊。哇，不是哥，走了，你俩别动，来，给我过来。他俩跟你过生日的，回来回来。不是苏豪、哎，这俩什么人呢？这是啊？他俩就不是个人，气人不？气人！我太要逮着他，我能摔死他。哎，摔摔我来！我摔你干啥呀？消消气儿啊！来，不消气儿我也不能摔你呀、啊。咋还不摔呢？我蛋糕呢？你蛋糕我忘了。不是，那你怎么能忘了呢？那忘了就忘了呗。你咋这么跟我说话呢？我这么说话不很正常吗？不是，你现在我咋了？我来来来摔我来来来来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。这么气儿，哥，整两句，整两句。丹丹，今天你过生日，祝愿你早日拿到世界冠军，努力加油啊！啊，许个愿，许个愿。冠军呢固然重要，但我更希望我心爱的人能跟我说出那三个字：亲一个，亲一个，亲一个。哎呦，走吧，开心快乐，快点走吧。好的。他俩都走了，你就不想对我说点啥吗？快点儿。分手吧。你说啥？分手吧。为啥呀？累了。这不是理由。我要结婚了。跟谁？你不认识，省队的。他比我强吗？ 他不比你强，但是他要进国家。你混蛋！苏豪，
我今天过生日，你居然跟我说这些。对不起。有用吗？新来的陪练马上就来了，我。你想说什么？明天我就走了，咱俩再练最后一次，行吗？是世界摔跤锦标赛女子65公斤级的决赛，即将出场的是中国选手苏丹，这也是她作为职业选手第一次闯入到了决赛。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！我们的冠军是苏丹。苏丹你好，首先得恭喜你拿到了冠军，还有其他的话要对大家说吗？今天我能拿到这个奖牌，我要特别感谢一个人。那就是我曾经的陪练，是他一直在我背后默默的付出和奉献。此刻我站在领奖台上享受着无限的荣耀，而他却躺在病床上承受着痛苦的折磨。苏豪，今天我做到了，我没有让你失望，我知道你一定在看我。曾经你是我的陪练，那么今后我来做你的陪护。好，让我们再次欢迎苏丹苏豪组合。